本玫瑰遇到蒲公英，仙人掌爱上了满天星，花枝招展的爱情藏在花园里，要小心保持生命。我的心已被你锁定，花丛间你才不负前进，究竟那什么轨迹居然邀请我跳第一支舞？恰恰越跳越靠近，恰恰越跳越着急，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抱在你怀里？哦哦，恰恰是不是爱你？恰恰算不算爱情？快一快慢一快深呼吸，你的吻太可惜。哦哦，我们相亲先相亲先相亲，学不断情的爱上你，我和你的对立两颗心，玩明白的游戏，我要先证明。好天气坏天气坏天气，花园里你我心搞不定，你的爱就像下大雨，击中我的甜蜜空气。Yo yo yo， oh yeah。先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好。怎么讲？恩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可是我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好。我要怎么讲到我很喜欢他？那么难啊。好了，恩，我很喜欢你。这好像有点直接，他不会接受。小孩不会接受。恩，我承认我有点喜欢你。感觉好像很没诚意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啊，虽然我很喜欢你，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不论身材、长相，我都高攀不上你。所以我只想把我心里的话讲给你听。你快去香港吧。再过不久，你会成为一个大红大紫的国际巨星，希望有一天，不管是十年、二十年，或是三十年，你都会记得，有一个人曾经对你很好。那我所做的也就值得了，就这样说吧。
谢谢啊。不想签别的新人，然后我每个月还要交五万多块给银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来的路上，我打算给Roger哥啦。我跟他说，我一定要你当我的经纪人，而且你要在我们公司上班，否则的话我立刻违约。不可能啦，人家那里是个大公司，怎么可能让我们进去？像我们这种咖。他答应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你就不用走啊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用走了，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，然后你也可以大红大紫。哇塞，真假的？希望能跟你，让你一直牵着我，然后一起当我大姐。没问题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，就是我们算不算是在一起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对啦。时间也不会走得比较快。啊，你觉不觉得最近我们的咖啡厅少那么一点灵性？灵性？嗯，好像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滴的流失当中。啊！又怎么啦？原来是我的话越来越少了。那当然啦，因为都是庄先来把你的话买走了。这样啊，所以你不如我让我换一天假，然后我就可以出去那里画画。亲爱的妈，我们这是母女连心。嗯，好啊，可是我一定要看到成果。嗯，闭嘴，掌柜，不敢反悔哦。我去上个厕所就出去。哦，医生，我要出去画了。哎，好好好。找我有事啊，夏雨啊，哎，那个吧台好像在漏水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好，没问题。嗯，你不是听错吧？妈怎么又叫你说夏雨呢？难道他们有什么超友谊的关系？不可能，应该是听错。
要不要我帮忙啊，佳媛？是真的？哎呀，我早该想到了嘛。他们俩孤男寡女，一日久生情，那妈会不会很快就怀孕了？如果她真的有了，那她会选择把小孩拿掉，还是选择生下来呢？那如果她选择生下来，小孩子就会姓丁。哎呦，那应该帮他取什么名字呢？是要取上海滩的丁力，还是可爱一点的丁小雨呢？哦，哎呦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帮小孩子取名字？嗯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一下才行。再怎么赚到100万啊？你在那边喃喃自语什么啊？过来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哦。我问你哦，如果说，不是说如果哦，我妈跟那个渔夫在一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为什么再说一遍？普通啦。再说一遍。其实仔细想一想也不是那么好。如果你再告诉我两个在一起为什么不好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嘛，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不想就有事情。算了，我找聪明一点的人问。你是不是怀疑你妈跟袁叔在一起？你不用问那么多了，这是我们家人的事。你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，反正大家迟早都是一家。家人。小敏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你的期限到了，我存不到100万，怎么办？那就算了。算了，我存不到100万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？我说的算啦，是真的算的，就是代表了你以后都不用来找我。那期限可不可以再延长一点点？我是说如果啦。没得商量。那如果……你怎么那么多如果？你问那么多，是不是你存不到那100万？存得到啊。现在只是介于在存得到与存不到之间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，应该可以。100万，100万。妈跟袁叔真的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？不行，小五一定要回咖啡厅想办法一探究竟。还要麻烦你跟我到小五那里去做菜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张宝生住在那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把他弄得很乱，我们去打扫一下也好啊。小五不是快回来了？大概还有2个礼拜左右吧。走吧。小米啊，你不是去画画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妈，你为什么勾着他的手？小米啊，小米，其实我们是那个……或许你们觉得这样很好，是我爸爸还没有死，他只不过是在加拿大，我绝对不接受我的新爸爸。小米，小心点，没怎么样吧？我是最怕……我觉得小米的个性我很清楚，他脾气很拗的，就算你现在把他追回来了，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的。我想过两天，他想清楚就没事了。啊！你要住我们这？会不会太突然啊？不会，而且不准你们告诉别人我住在这里。另外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就跟你说不准换的嘛，住哪？
上次盯太久了，今天专程来找你那个的。可能吗？要不然为什么叫你不准备他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种女生啊，总是比较装的清晰一点点，所以呢，待会你要主动一点，千万啊不要主动。来，我先闪。反正第一次嘛，我想三分钟就够了。哎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一个小时后再回来哦。哇，你要花57分钟调情哦。不好笑。告诉你们两个，今天晚上你们要是敢越过这个床单一步，就是禽兽。放心放心，小敏，他是在装矜持啊，要不然干嘛装这什么床单？还不就是怕我看到你们两个激情演出？这不算是什么？可是他说过去的是禽兽，猪脑，过去的是禽兽，那要是不过去的话，连禽兽都不如了。快去快去，加油！哦，小美，你好。小女人这么辣哎，使劲！哦，小美，麻烦帮我拿个医药箱。啊？快动啊！黄杨辉，你再敢进来，我就拿你的猪脑袋一炮子！喂，范妈妈，啊，小敏昨天一夜没回去哦。那很糟糕哎。他没有来找我啦。好好好，如果他要来找我，我再打电话给你们。好，范妈妈，拜拜。小敏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恩公文静从早上打电话给我，已经打了5次了。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不是叫你说不准问了吗？还问，找死啊！问。黄耀辉，这是排骨面，倒不是叫你买鸡腿吗？鸡腿卖完了。哎呀！晚上带我回家，我要换衣服。哦，是。那便当可不可以给我？哎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拿衣服。你小心一点哦。神经病，这里我家。小明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该怎么办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就要主动告诉他。是我不好。从小他就最黏他爸爸，我应该先顾虑他的感受。小敏，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这两个孩子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，我不能失去他们任何一个。
手。没关系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哎，看来我的方法奏效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高兴啊？爸，既然我都已经接受你去追求你说的真爱，我为什么还要阻止妈得到幸福呢？其实妈也蛮可怜的，袁叔其实也是好人，可是妈跟袁叔在一起总觉得怪怪的。好，我决定这套衣服今天还是继续穿吧。嗯，小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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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啦。小美，跟人家睡一下。小美，起床了。我不是你的床位，叫你不能过来吗？找死！小美，范妈妈他们说要报警呢，你要不要先回去一下？报警？嗯，对啊，你先回去，然后让他们看一下，等他们不报警的时候，你再搞失踪好不好？这样大家不会那么紧张嘛。哎呀，我肚子饿了，先带我去吃东西啊。哦，好，那就麻烦你再继续找小敏，待会儿袁叔回来，他会陪我去警察局报案的。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先生，请问喝点什么？是吗？请坐。丁家园大概等一下才回来，我们先聊聊吧。请你坐，你不敢坐啊？坐啊！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陈旭，从小就是被阎王养大，阎王就像我爸。有趣的问题来了，请问阎王是怎么死的？或许你不知道，东门小弟开的枪，子弹破大钉，这里穿过去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东门的大哥是谁？快点回答我，是谁呀？是这个。恭喜你答对，奖品是，你只要不出状况，绝不动。我再问你，阿正的大哥是谁？说。如果你爸被人杀了，你怎么办？不要动。我说过，你只要乖乖的配合，我保证你没事。你好好的坐着，我们一起等他回来，好吗？哦，谢谢。小米，吃饱了，可以去找范妈妈了吧？小敏，
我有个问题好像不该问，可是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哦，骨头。叫什么？我刚吃饱哎。刚吃饱？我看你是想把刚刚吃的东西都吐出来吧？知道不该问还问。好了好了，走了啦。元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知道你没死，上一次我就看到你从后门跑了，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找我。了不起，元哥果然是了不起。常听人家说，元哥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冷静。今天我果然是见识到了，可是今天我是一定要带走我要的东西。要的不就是我吗？哼，是啊。我命啊，你近一点啊，我先看看状况再说嘛。你说什么？那应该有办法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要的我可以给你，但是请你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人。没问题。我有对他怎么样吗？没有啊，刚才我们聊天聊得还很开心呢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没有状况，我绝不动。可是，你还是给我出一个状况啊！同学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的枪一定比你快。这我当然知道。可是，我有把握，在你开枪之后，同时让他的脑袋开花。元哥，不信的话就赌一把。你绝对想不到，正哥死在你面前的悲剧又要再度发生了。正哥，我数到三，我们一起开枪。反正我也没想过要从这里走出去。一。二，等一下，佳媛，阎王说的对啊，最大的弱有太多的感情，我不会拿一个对我这么重要的人来做赌注，就算是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我也不会愿意。杀了我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替我大哥报仇了。
要动，把他带走。小明，把衣服披上，我们走了。对不起，其实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应该要先告诉你吧。我一直在等那个陈迅来，所以把枪藏在那桌子底下。没有告诉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担心你害怕，所以我……没关系。今天我看着他拿枪指着你，我好害怕他会开枪。还好小米报了警，要不然我在送你手链的那一天就已经发过誓，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袁叔，之前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对我妈那么好，我想如果我爸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愿意用生命来保护我妈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妈，对不起。来来来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啊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哇，哎，你这把这么当自己家？哎呀，既然要住，就把它当成自己家来整理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昨天晚上吃的泡面忘记倒了，别浪费。哦，对。哎，喝饮料。对了，你们找我什么事啊？谢谢哦。是这样啊，黄耀辉啊，答应小米要赚那100万，就是现在时间快要到了，100万又筹不出来。就想问问看你有什么赚钱的方法，你月薪就应该比较多吧？有了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很快赚很多钱。真的吗？什么方法？拍 A 片。哇，好吧，你怎么拍 A 片啊？我想差不多3分钟就结束了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电视上那些都是重复剪接骗人的啊，你去拍，我保证你可以成为台湾水电工的接班人，台湾水电工怎么样？不行啊，除了小米之外，我不能跟别的女生上床。这样，你的身材不错，我还有一个好方法。玩的啊，好，你说了哈。
的呢，我们邀请下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总统。哎呀，意大利总统。总统。老粉丝，为什么叫总统呢？你们看了就知道。老粉丝，热烈掌声欢迎阿拉伯粉丝罗伊斯·范德斯里。在街上看看，我想问他你看什么？我怀疑他不喜欢我，他不应该为什么？你怎么还会不起来？赶紧走这个！刚刚好像在后台看着前面玩得很疯哦。有吗？应该看错了吧？这里不要，你们那边挂的。小明，围巾可不可以借我？好冷哦。冷死！王八鬼！哎呦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也是为了那100万啊。我来家的话，到旁边去。不是说这家店很稳吗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警察啊？我怎么知道这家店没有执照？张老师，你不说这家店很稳吗？为什么这么多警察？这次我们真的完了啦！我看啊，你会被小明给骂死，我也好不到哪去。老板有点心意，你放心，朋友一场，我一定不让你白跳的。恩恩，对不起啦。哇塞，还真的挺高的。哎，我先去下面等你好了，因为我站在这里哦，我怕我的心脏会负荷不了。自己看着办，先走。哎，当这种替身真的有10000块哈、哦？真的有10000块，你放心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我怕我不行，我有惧高症。你有惧高症？你有惧高症，那你还答应我？哎呦，那我就跟导演商量一下。哎呀！算了，我还是跳。为了小明，我一定跳。张老师，我们开始了。哎，那边穿两层了。哦，好，马上下去了。等一下，你就听导演讲，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个垫子啊，其实很方便。那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跟导演讲喽。都准备好了。导演可以了，医生可以了。五秒。OK， 放饭。王辉，哎，没事，你没死，哎，别走了，哎，这种 taste 太好赚，以后多找我。OK， 没问题，我去帮你拿面了啊。
你王辉，王辉，哎，你不是昏倒了吗？哎，文静你在吗？对啊，在打案子。是啊。哎，志明的照片你还放在桌上？是啊，志明的照片我一直都放在桌上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啊，那就好。哎，那你现在做什么案子啊？哦，现在啊，我在帮一个文具公司打案子啊。哎，这间文具公司很大哎，而且啊，听说好像在内地就有两三间工厂。是哦，那你现在做的案子有什么特别方向吗？这间公司之前设计的产品比较传统，所以我打算把文具给玩具化，设计一些具有玩具概念的文具给他们公司做参考啊。喂，是董事长，我已经到文具公司的楼下。好，我晚一点回去把那些案子给处理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拜拜。总经理，我来搬就好了啦，哪有老板在搬货的？有什么关系啊？两个人一起搬比较快。我老爸以前常叫我搬货。那就谢谢总经理喽。三两位哦，好，总经理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你接，我来就可以了。谢谢总经理。文静，好久不见。文静，我觉得你当报告企划非常好，那之后细节可能就要麻烦你。这是应该的啊。如果你对这企划案有任何问题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。还有，这个企划案其实需要你们公司的设计部配合，你等下可以告诉我怎么跟他们联络吗？怎么啦？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我觉得你这几年变很多，变得很成熟又有自信，跟以前都不太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前既幼稚又自卑啊？你也一样啊，变得好成熟，又有自信，又谦虚。我想应该是工作上的历练吧。工作上的历练，或许吧。还记得我刚去帮我爸忙的时候，他那间工厂简直就快要倒闭。后来我就每天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拼命，每天甚至只睡四个小时。才能让我们今天的工厂一步一步的起死回生，也才有今天呢、啊，在内地又多开了几间工厂。你果然是个很努力的人。努力有什么用？为什么？因为身边少了一个能够分享的人。漆黑，没有人在乎谁。不同的烟味，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。阿里不醉不归，谁又在乎过谁？相同的酒味，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。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，只盼有人良善安慰。在这世界没有错对，只有欢愉后的疲累。只盼完这一回，不管这些没有是非，只有激情后的宿醉。谁说爱情不能浪费？你要不要来不来无所谓。谁说爱情实在太贵？你买不买不
爱上了满天星，花枝招展的爱情藏在花园里，要小心保持神秘。我的心已被你锁定，花丛间你在匍匐前进，究竟那什么轨迹居然邀请我跳第一支舞？恰恰越跳越靠近，恰恰越跳越着急，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抱在你怀里？哦哦，恰恰是不是爱你？恰恰算不算爱情？快一拍慢一拍深呼吸，你的吻太可惜。哦哦，不能听谁小心写下情，写不能轻的爱上你，我和你定格于两颗心，玩明白的游戏，我要写着你。好天气坏天气坏天气，暴雨里你我心搞不定，你的爱就像下大雨，起床我一天你攻击。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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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ah four three two hey go。 天花响了半天还是没有人接，我的头色早就闪到斜线，看见我发现其实总在眼前，我的天你的脸带着回忆微笑出现，你的手别两个契合在一起，说这是爱情送给你。恰恰越跳越靠近，恰恰越跳越着急，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抱在你怀里？哦哦，恰恰是不是爱你？恰恰算不算爱情？快一拍慢一拍深呼吸，你的吻太可惜。哦哦，不相信谁相信别相信，绝不能轻易爱上你，我和你敌对于两颗心，玩明白的游戏，我要写着你。好天气坏天气坏天气，好好好，阿伟，我知道，我跟英伟说，啊，拜拜。哎，英伟，我跟你讲个很不幸的消息。什么不幸的消息啊？上次是那个杀手锏，这次该不是什么阎王死而复生了吧？也没那么严重啦，只不过是志明回来了。你是说文静的前男友志明吗？废话，不然是春娇她男朋友志明。我跟你讲哦，志明已经不是当年的志明了。哈？志明他去变现了？变你个大头鬼！人家现在是大老板，非常有钱，而且世界各地吧。文静到现在还不肯接受你，说不定就对志明念念不忘。我怎么那么衰啊？之前是徐强，现在是志明，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啊？文静，董事长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你以前办过一个文具工厂的案子，他们现在预备在内地跟香港那个工厂另外提供两个案子，我想这案子就交给你一个人来承办，这样比较简单。是董事长。好了，那你先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坐飞机到香港，代表公司跟他们开个会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啊，喂，老板，谢谢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还在上班呢。文静要跟志明见面，你说急不急？为什么？小敏刚才打电话给我，文静要去香港出差，她是为了志明的公司去的。你想想，文静虽然是一个人去，可是她在香港不会跟志明碰面吗？想象一下，两个人在异国散步的画面，这样不会出事才有鬼嘞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文静，志明，你怎么来啊？你是来送我的啊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跟你们一起去香港。是啊。先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了解开会的情况，这样我会比较放心。
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登机了。18岁的时候，一起投入过我爸收藏的红酒。这瓶酒跟我们当初投喝的一样，同样的牌子，同样的产地，同样的年份。我好希望，好希望时间就永远留在那一年，这样我就能永远守住我一生最爱的人之一。喂，文静。志明，你愿意答应我吗？志明，可不可以再让我考虑一下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你慢慢考虑。你休息一下，晚上他们已经在太平山的餐厅订了靠窗的位置。不是你要拿的、啊、哎呀，随便你要拿几幅就拿几幅了。走吧。哟、哎、两个小时哎，不急不急，休息一下。哎，那 Roger 哥不是要让你去香港拍电影吗？都没替你再提起来，延期啦、啊。因为那成龙不在香港，所以张宝胜说大概在两个月以后再去香港试镜。哦，张宝胜，他不是帮你安排一大堆课吗？上你啊，还不就美姿美仪，要不然就表演课，还能怎样？哎，不过那个 Roger 哥说有个辅导性的国片要我先拍，哎，应该会不错哦。好了啦，赶快上车再说啦。这样。哇！啊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小敏啊，庄先生来了，你去照顾他一下，我要带我下去忙哈。哦。哎。这不就表示我至少会再赚七千吗？嗯。哎，庄先生，你又来看画？不客气啊，我今天有带很多新的画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哦。这幅画很不一样。真的呢。
正，你干嘛那么多拿来啊？是你要我自己选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庄先生，这幅画我知道它很不一样，因为里面那个人实在是不怎么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这幅画画得很棒，我想给他买下来，您说个价钱。不好意思哦，这幅画不卖的了。怎么那么笨啊，就出一个不可能的价格嘛。庄先生，小敏的意思是说出十万。十万？这样我出十五万。不会吧。但是庄先生，这幅画还是不卖的啦。我猜这幅画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吗？你还记得吧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的画技巧很好，意境也很高，就是缺少一点感情，但这幅画不一样，充满了情感。简单的说了，你以前的作品很容易被人抄袭，但是这幅画不一样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模仿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模仿？闭嘴！既然你不愿卖给我，那可以让我拍下来。好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尽量拍。好，谢谢。就算志明突然出现，你跟他在机场拼个你死我活，哪痛快啊？怎么这样就让文静走了？啊，算了，不要怪他了。不管谁看到这种情形，有一堆想说算了。这文静也真是的，跟志明出国为什么要骗你呢？看来这情况已经陷入焦灼的状况。难保啊，不会因为维多利亚家的业绩太过稳定，两家就这样紧紧相拥在太平山顶了。太平山之后，说不定他们两个人慢慢在57分的太平上度过了浪漫和激情的夜。汤老师，我叫你多讲。我只觉得小米讲的很有道理呀、啊。我想啊，这一切没有结果。我这么觉得，那不如今天我们就这样散会。你好，我们这次的旅程。我知道这东西了。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虽然英文又胆小又懦弱，那我们想帮他，而且又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哎，可是我们还是……你现在是在帮我讲话吗？我听不出来。你先听我们说完了。我跟你讲，虽然他这样，可是我还是要帮他，因为我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啦，我们就再帮你最后一次。那你有准备什么礼物可以送给文静跟他表白的嘞？就我们这可以帮你啊。有啊，就这个。哇塞，你怎么跟小学生一样啊？送礼还送钥匙圈？你白痴啊，这汽车钥匙。就只送钥匙也很奇怪啊。哦。找你了，你是认真的、哦？汽车哎，你哪里来的车？因为耀辉跟我说过，要送人礼物啊，就要送可以让人家感动的礼物。文静跟我说过，他住的地方啊，离我们上班的公司很远，他又舍不得买车，所以啊，我就把我银行里面全部的钱啊，都提出来买这台车送给他、啊。反正也顺便帮我自己做业绩啊。哦。好啦，高英伟，你这次啊，这么大手笔就对了。好，那就是今天晚上文静回来的时候，
我们就直接把他约出来见面。那在那个时候嘞，我们一定要这样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宣布。由于我跟文静相识多年，一直以来我也都非常喜欢他。趁着大家今天都在场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当我们两个幸福的见证人。文静，你愿意一生一世跟我相守吗？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起起伏伏，终于可以找到相伴一生的人生伴侣，我真的是太幸运了。有鬼！不像。好，就这么几条字。告白的那些话题是备好了，备好了，备好了。可是我已经不能说了，就是要他错愕啊！当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呢，再把车钥匙套在他的手上，要不答应都不行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陷害文静呢？你闭嘴 ！Hello， 我一下飞机就赶过来，还好路上没有塞车，不然就迟到了。不过为什么会有欢迎会啊？我才去一天半而已啊。那是因为啊，有一个人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哦。我？因为上文静，哎，你们大家都在啊？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去停车，所以比较晚一点。嗨，志明。难得大家都在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向大家宣布。由于我和文静相识多年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她。既然大家都在的话，我想请大家做我们幸福的见证。怎么都不知道我讲什么话？文静，我愿意今生今世与你相守一生。生纸，我爸去拿哈。文静，你愿意答应我吗？文静啊，你确定你就这么答应了吗？你记不记得你上次也是几天那么匆促，然后就……决定好了，文静也长这么大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祝福你们。